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せーの、世界の平和のためにワクチンエンジェル君を守りたい。みんな大好き好きでした。じゃあ好我是紫色担当的右月右月专属你的 baby bunny， 我是粉色代表的小雨兔。小雨兔属于你的救世主。大家好，我是代表蓝色的南沙小组。小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耶、yeah， 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来到高雄的国际动漫节，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耶、yeah！ 久违的呢，我们把亲爱的人呢又从台北下来跟高雄的朋友们见面啦。那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个可爱的可爱的摊位我想说你要讲话。我们一个可爱的摊位呢就在我们的斜的前方，在阅读女仆咖啡。大家刚刚有经过了吗？在这个青文出版的后面。 对，我们今天呢也会出没在摊位上跟大家见面。那我们今天身穿的呢就是我们阅读女仆咖啡的黑白正装女仆装，是非常的传统传统的系列。我们很少穿这个，没有错，我们平常是穿偶像服表演的，今天特别不一样，那就是献给在场的各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再带来连续的四首的歌曲。那刚刚的第一首歌呢是我们的阅读女仆咖啡的也是原创单曲，跟我们的中华不是这首歌不是那首歌，那原创单曲 Belongs to me， 喜欢的话呢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哦。那接下来呢电视带来的连续两首歌曲也是我们的原创单曲，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首先的下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的スピオミメイドカフェ、聴いてください。お腹は
出安来生活，触摸自由，心跳节奏。首歌曲是《子由咪美豆咖啡》，那翻成中文呢就是《阅读女仆咖啡》。对，那第二首单曲呢是我们的VTuber 小空跟我们的中华电信合作的歌，合作的歌曲叫做《电波回应》，是一首中文歌曲，大家刚好听出来吗？有听懂没？对对对，我们跳那么卖力，希望大家有听出电波回应的感觉。好，那我们来宣传一下我们的粉丝专页好了。那如果大家对我们有兴趣的话，在 IG 上搜寻2943idol 2943idol 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资料。那如果是 FB 的话，搜寻阅读偶像部就会找得到我们的官方粉丝专页。那请大家有兴趣就可以追踪订阅起来，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对，没有错。好好好，那我们呢粉丝专页上面呢有许许多多我们关于我们阅读偶像部的资讯，那也包含了阅读女仆的阅读偶像部的成员的日记都在上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帮我们追踪一下，按个赞按个分享。好，那紧接着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曲呢，接下来因为今天是动漫季，所以呢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那种动漫的 happy 的感觉。对，希望呢等一下这首歌虽然不能就是到处乱跑，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跑，对对，
手手可以挥一下，就是假装在跑步的感觉，好不好？那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曲，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那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原创单曲，大家呢都可以来 follow 一下我们台湾地下偶像目前到底有哪些团体发行了哪些原创单曲，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在台的日本文化。对，希望大家呢除了接受动漫以外呢，也可以接受一下来自 idol 的一些热情跟活力。对，好，那在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下一个礼拜10月15、16，那这个活动呢，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是 PF37，那举办在我们的台北花博园区，有兴趣的大家呢，也可以到台北来玩。那在下一个礼拜呢，10月22、23号，就是先讲22号好了。22号呢，我们会到新竹举办的 CWT 场，在那个昌河生活广场，有兴趣的同学朋友们都可以来。好，那在晚上呢，我们一样会回到台北的 ATT， 一样会有免费的 live 给提供给大家看。那在23号呢，是我们的又回到新竹了，哇，对，
一样是新竹的 CWC 。没有错，全台跑套套，我们今年真的是跑遍全台。西半部。对对对对对，非常的开心。然后呢，这一场结束以后呢，我们的十月再来就是我们的万圣节活动，在十月的十三号，到十一月的十三号，在每个礼拜的礼拜二晚上。7:30到9:00这之间呢，我们会在台北的中山堂跟大家见面。那这一次呢，也是免费的户外场。那每一天呢，都有不同的表演者。那我们阅读偶像故事在礼拜二的晚上，那有空的大家呢，是台北北部人的话，都欢迎到中山堂来找我们玩。好，那以上介绍这么多活动，记不起来的话呢，一样跟我们刚刚说的，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按一下追踪就可以发我到我们每一次的活动资讯喽。那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呢，就是我们阅读偶像部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再一次，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谢谢大家，我要把我的汗当成眼泪，假装是泪。那真的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对，那希望下次呢还有机会可以到高雄跟大家一起玩。那最后一首歌，希望可以大家拿出大家的热情，但是这首歌一定也有听过。对，应该吧，有吧，有吧，很紧张哎，大家应该跟我一样宅吧，我也很爱看动漫的，这首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那就带来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あのレナに聞いてください。その笑顔が明日を照らす光
就是我们瓦克金安杰鲁的演出，很开心高雄的朋友，谢谢大家刚刚的应援，谢谢大家。那我们的摊位呢就在阅读女仆咖啡厅，有空欢迎来找我们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拍一张留念的大合照，那毕竟我们原从台北下来，想要跟高雄的大家纪念一下，好不好？希望大家呢可以露出你们可爱的脸面、帅气的脸庞，跟着我们一起拍大合照哦。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天使的翅膀。那我们把我们的手手张开，手两只手得张开。哎，你们会不会被我们挡到啊？会不会？我们会挡到吗？不会吗？好，好的，好的，好。那我们数到三哦。好，来，一、二、三，再张哦，不要动。一、二、三。OK， 谢谢。好，再下一位。那我们这一次呢，要比那个电波回应，电波回应的手，两个食指跟小指接起来。对，好的，来喽，来。三二一，来到三二一，好的，那我们要录影片吗？还是要拍照？要拍照，好，拍照。那个核心有点累，好，那我们比爱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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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